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那么也是平常我们说三途八难距离苦，这个八难就是现在经文里面只说四种，地狱恶鬼畜生盲聋喑哑，还有后边四种就是四肢变聪，佛前佛后啊，被拘楼州无想天，这个叫做八难啊。经文是把八难只说前四种，后边四种没有说出来，包含在里面。人间的苦啊有八苦，人间有八苦，这里经文只列出四种，列后边四种生老病死通常成讲的，所以就没有列出来。所以人间的八苦是生老病死这四种，经文没有列出来。而第五是怨憎会苦，第六是爱别离苦，而第七是求不得苦啊，第八是五蕴炽盛苦，五蕴就是五蕴啊，这个五蕴身心这个增长众生的苦恼啊，怨憎会苦很容易一看就看得出来啊，就是冤家，冤家路障啊，那么看到冤家就是非常的憎恨他啊，那么升起这个苦受，所以怨憎会苦，会是相会，跟冤家相会啊。那是一种很苦的事情。爱别离苦就是恩爱的人离开了，生离死别，那也是苦啊。求不得苦，所求的如果得不到也是一种苦啊。那么世间上尤其像这个考试考不上，那就是求不得啊，是非常的痛苦。五蕴炽盛就是五蕴身心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这个五蕴身心为什么会有苦啊？这个道元老法师他有个很好的解释，很简单一句话，他说五蕴炽盛苦，什么叫做五蕴炽盛苦？他说就是健康苦，懂不懂啊？健康苦，人如果身体太健康了，他要找刺激啊，那么他就是会找出种种坏事来做啊。是因为身体健康了，那么他就会造业，那造业将来就要堕落，就要受苦。所以这个五蕴炽盛苦啊，道元老法师的解释说健康苦很有意义啊，因为生老病死可以知道了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都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五蕴炽盛很难了解。什么叫做五蕴炽盛苦？就是你身心健康的时候找刺激啊，造业，那么这时候就是苦受。所以出家人呢，古人有一句话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出家人比丘常带三分病，不要太多了，太多不好，我就多了一点啊。如果是只有三分病啊，这个三分病来折磨他，那么他就不会有健康苦啊，不会有这个身体健康啊，要找刺激啊，胡作乱为啊，那些事情他做不起来，因为他身体有病啊啊。所以我今年75岁，当然也有经过青年的时候，可是我不晓得青年的境界是怎么样，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生病啊，差不多一年病半年。什么叫做青年的快乐？我根本就没得呀。那么这是无蕴炽盛苦，很简单的解释，容易明白啊。还有大小诸横横灾啊，九横啊，我们平常讲有这个九横，这个九种横灾是出在这个药师经，我们平常念药师经就知道啊，这个药师经里面九种横灾横祸，就是不该死而由此而死，
这个就是横灾致死之祸啊。那么在药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九横啊，简单的提它的题目就是说，第一是得病了没有医药，病到死啊，没有医药，结果就是拖到死。这个情况现在的人恐怕就不会有所感觉，因为现在医药很发达啊，科学昌明，什么东西都可以换，连心都可以换了，什么不能换了。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得病无医的情况啊是比较少，不是完全没有，还是有的啊。那么从前这个得病无医的情况就多了啊。我经常心里很难过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病到死啊，就是因为没有医药，没有医药。那是正在战乱的时候，第二次大战，我们才14岁啊，正在战乱的时候啊，根本就连看医生也不容易看到，看到医生了，医生那边也没有药，结果最后就拖到死，这是得病无医啊。第二，王法朱律啊，被人呢、啊、陷害啊，这个诬告，结果就告成死刑啊，被害死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啊，被这个鬼类非人夺他的精气而致死的，这是遇到鬼道的冤家而致死，这是第三。第四是火灾，第五是水灾，第六是被恶兽所咬。比如说大陆上从前大家都知道有老虎啊，有豹，有豺狼，那些很凶恶的兽类被他碰到，被他咬死了。那么这是第六。第七是堕崖，崖是山崖，爬山啊，有些人爬山啊，爬山一不小心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结果就没有命了，那就是堕崖，第七的这个横死。第八是毒药，被毒死，被人毒死或者自己自杀毒死，这是第八，都是横死。第九是饥饿死，渴死啊，例如说受饥荒没有饭吃啊，饥饿死，或者是没有水喝，渴死，这是第九。大致如此，这是九横。经文所说的大小诸横，刚才说九种是大的，还有小的，小的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车祸呀，现在这个车祸很普遍了。像车祸应当是在大横的这个之类，所以大小诸横同时写脱，就是以上所有的灾难，只要能够这个有楞严咒的地方，都能够扶持他，使他免离这些灾难，而佛说法也就能够使这些灾难的人呢、离苦得乐。还有贼难、土匪、强盗、小贼啊，发生灾难啊，兵难就是战乱，兵难就是战争，引发战争的灾难。如果碰到战乱时期呀、老百姓的苦啊，简直是欲哭无泪啊！我们这个台湾的地方50几年来很平安，没有遭受到这个战乱的灾难啊，不知道这个战乱的时候的灾难的痛苦。台湾虽然没有发生战争，可是在第二次大战的这个后来那几年，经常这个空袭啊，那么时时要躲防空洞，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我亲身经验，因为台湾光复这个第二次大战结束，我已经18岁，所以尤其在17岁哪一年碰得最多啊。有一次在火车站里，刚刚要等车到某一个地方去，突然之间警报来了，赶快疏开，乱跑啊。这个警察就叫人要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啊，乱跑。有时啊被踩到的啊，踩伤脚的啊，甚至脚踩断的，什么样的都有，我就亲自看见啊。我那个时候就17岁，跑得很快，虽然有马拉利亚，可是还是蛮会跑啊。结果啊没有被人踩到啊。所以像这个战乱的时候和这个兵难之苦啊，这个不能用说的，亲身碰到了那才知道那是苦况。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份福报啊，有平安啊，没有兵难，
那要好好的多修行，多用功，多修学佛法，不要让他空过。王呢，就是国与国之争，就是两个国家、两个国族彼此战乱，这样子打起来问题就很严重啊。遇难，就是被人谋害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去受苦。从前的监狱啊，那个苦啊，跟地狱差不多，不像现在监狱里面还有电视看。我是没去过了，我听说的。不过我曾到监狱里面去讲演了，那么像这种的灾难都是很苦的，风火水难、风灾，台湾的这个台风啊，这个地方叫做台湾，很可能是台风到这里转弯，我这是我的图想啦，不一定就是如此吧，希望不要这样。所以这个风灾很可怕，火灾一不小心闹火灾，这个也问题非常严重啊。现在到处都是铁窗，这个铁窗就堵死这个逃生之路，有不少的这个火灾啊就被这个铁窗挡住了，没有办法出去啊，结果被烧死，这个情形很多啊。所以火灾、水灾、水难啊，水灾印象最深的好像是民国48年了，这个巴提水灾，中部的巴提水灾印象最深啊。那个所以啊，碰到水灾现在是更可怕了啊，不下雨旱灾，下一天雨水灾啊，台湾是变成这么一种情况啊。所以这个风火水难是很可怕啊。饥渴贫穷啊，饥渴就是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啊，这个饿死的情况。贫穷，没有饭吃，吃不饱啊，或者是没有工作啊，没有办法生活，那就是贫穷的苦难。这些苦仗楞严神咒可以应验消散，因你心念楞严神咒的功能，它就能够使这些苦难能够消除啊。不过这些啊，不要用自己拿去试试看啊，既然不会招火，不招火难，我来点点看啊，这是不可以的。应当要知道，这里文字上虽说世间的种种灾难，最主要要内心里面没有火。内心里面没有什么火？嗔恚火啊，嗔是心中火，燃烧功德林，欲行菩萨道，染肉复真性。嗔恨心就是火灾，心里动一念嗔恨心，火就来了啊。我们平常听到人家要发嗔恨心，说我要关火了，关火，可见这个如果是动嗔恨心，就是关火，就火灾就来了。心里没有嗔恨心，就不会遭到火难；心里没有贪欲心，就不会有水难。水是表示贪欲啊，所以这些灾难呢，主要要从内心下功夫。假如内心有贪嗔痴，要免离这些灾难，如果没有很好的修持，有的时候就恐怕会发生问题啊。所以必定要从内心下功夫啊，把这个灾难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消除啊。不要太依靠这个以文字所说，你就单以文字做标准，认为我只要念楞严咒，那么火让它烧吧，它烧不到我啊，不能这样子试验。这是第六啊，成佛了能够使众生消除种种灾难啊。刚才讲到第六、第七，十方如来随时咒心，乃以十方四善知识，是为一众供养如意，恒善如来会作，推于大法王子。这第七啊，是说十方诸佛都随顺这个楞严咒的缘故，能在十方世界，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能够奉持诸善知识。这个善知识上至诸佛大菩萨，下至依法修行的这个先辈，通通成为善知识。因为诸佛因地修行的时候都要亲近善知识，所以有这个楞严神咒的功力护持啊，能在十方世界
奉事诸善之事得到如意。他在修行的时候，四威仪，四威仪中供养如意。四威仪就是这个身体的行、住、坐、卧。这个四威仪当中，做这个供养诸佛的种种事情，能够如意的一一完成。就在恒河沙数诸佛之中，恒沙是表示很多，十方世界很多诸佛的法会之中，大家公推为大法王子，法王子就是菩萨，大法王子就是大菩萨，为菩萨众的领导者，大家公推他就是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在十方世界诸佛的法会中，大家会推他为大菩萨，领导菩萨众，那么由此成佛，能够这个度化无量众生。这是第七。十方如来行持救心，能于十方摄受清净，令诸小圣闻秘密藏，不生进步。这是第八。十方诸佛以这个楞严神咒的受心修心的缘故，能在十方世界摄受清净，以佛因地修行有清净处助缘的，他都能够慈悲摄受他，使他由此啊修行成就。十方下面那个摄受啊，楞严经讲义都有的都写作摄受，有这个手字旁，那是错的，受才对，因为这是接受，不是手受于人，手字旁的手是，例如佛手记给人用那个字，我们接受佛的受记就是用这个受，受就不用手字旁，所以这个能与十方摄受清净呢，这个受字我们这个本质上才对啊。不要因为看到楞严经讲义里面写的那个手字旁的受，你以为那个是对，就把它改过来，那就错了。他那个受是错的，是排错，是摄受而不是摄手，手是传给人，受是接受，意义不一样。这里只是说他能在十方世界接受所有依他共同修行的亲自共修的发菩提心的因心，大家由此都能够成就啊，就是说行菩萨道了啊，菩提心的清净能够圆满成就，没有行菩萨道的像那个小圣根性声闻缘觉他听到这个高深的妙法不会有进步的心所以令诸小圣闻秘密藏，不生进步。秘密藏指的大圣一佛圣法，因为很深很微妙声闻人不是这种根性，听起来他会害怕因为有这个楞严咒的护持啊，使那个声闻人纵然闻到大圣佛法的秘密藏的高深的这个道理，他不会升起进步之心，会升起欢喜之心如果生进步，那会切断去向无上菩提的因缘，所以把这个声闻缘觉进步大法的心啊，把它切断不会有所发生。这个秘密藏不是说不愿意给人知道，而是声闻人没有这个智慧，他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大法，所以叫做秘密，而含藏在众生心中本来具足，声闻缘觉一样也是本来具足，但是他当时这个大圣心没有发出来，就不容易接受。现在由楞严神咒的护持啊，使他发大菩提心不会升起进步之心，能够回小向大。十方如来诵持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寿，入大涅槃。这是第九。诸佛都能够依楞严咒来修行而成无上菩提，无上觉就是无上菩提就是究竟成佛。那么成佛多数都是坐在菩提树下那么成佛以后说法度众，因缘满了，最后入涅槃。像释迦牟尼佛30岁成佛成佛以后各地说法度众，到了80岁在沙罗双树下入波涅槃
那么诸佛都是有这种的因缘，而由成佛以后说法度众到圆满，那么就是入涅槃了啊，都是由这个楞严咒的扶持啊而得到成就。最后一个第十，十方如来传持咒心，于灭度后复佛法事，就近住持，严禁戒律，悉得清净。所有的佛国流传这个楞严神咒的得力啊，佛灭度以后啊，他把佛法传给这个后辈，例如释迦牟尼佛啊，在涅槃会上啊拈发这个说法啊，那么当时这个摩诃迦叶一见为笑，由此法就传给这个摩诃迦叶为佛灭度后第一代祖师啊，阿难为第二代，传到第二十八代啊，菩提达摩才传来中国。那么这样都是由佛灭度以后传复佛法流传之事啊，能够就近把佛法处在世间啊，一直流传下去啊。那么在佛法里面最注重的就是持戒啊，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啊，戒定慧三不漏缺。那么所有发心持戒的都能够使庄严清净的戒法得到圆满成就，那么戒题都是清净庄严，人人都能如法得戒啊，由戒法的这个扶持得到成就这个禅定啊，由禅定的功夫开发智慧，断烦恼了生死。若我说是佛顶光去波达拉咒，从旦至暮，音声相连，四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恒沙劫终不能定。这是总结上文，说这个楞严咒的扶持的功用啊很大，无穷无尽。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如果我要说这个佛顶光具波达拉咒，就是楞严咒，这个楞严咒的功能如果要详细的说的话，从白天的早晨但是早晨啊，到晚上暮，从早至晚音声相连，没有停顿啊。那么这样字字句句中间也不重叠，不会重复啊。那么要说这个咒的功德呀，经过恒河沙数的大劫啊，世界成住坏空一变就是一个大劫，那么不是一个大劫两个大劫，而是经过净恒河沙数的大劫，一沙算一劫，净恒河沙算定的这么多的大劫，我要把这个咒的功能要把它说尽都不可能，终不能定，就是咒的殊胜功能啊，说不完了啊。一说此咒名如来顶，这是另外说明这个咒的别名，说这个咒除掉前面说的悉檀多波达拉之外，也叫做如来顶咒。如来顶咒就是佛的这个头顶发佛说咒啊，所以叫做顶咒。如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自称取阿罗汉，不持此咒而作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这段话它主要的意思是说明啊，如果没有楞严咒，一般修学佛法的人也不可能成就无上菩提啊。你等就是指阿难跟所有的听众，有学是还没有证果正在修学的这个佛弟子们啊，未尽轮回就是还没有超出三界啊，三界内三界六道轮回流转啊，假如没有断烦恼，最起码见惑没有断，见惑八十八识没有断，那就是继续轮回下去，所以叫做未尽轮回。断了见惑八十八识，轮回就有尽了。怎么说呢？断了见惑八十八识，它只剩下七番生死，只剩下七番，再过七番生死，它就要证阿罗汉果，就有尽。所以没有证诸果之前这个人还是要继续轮回啊。
那么想要定轮回，如果不修这个法门，不发心自诚来修这个法门，想要发心自诚取阿罗汉，想要取阿罗汉而不持这个咒，想要做道场，想要远谋事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孝亲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点灯供水护生及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0月4日星期二，时间上午11点开始，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地点南投张善堂，南投市福兴里南岗3路97巷2号，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持戒地人天，忏悔除罪障，放生解冤结，福寿广增延。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护生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0398983686，0398983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